腰，还有哪里？环境一定有变亮。哇，全部小腰的感觉。对，T 哥说亮度有变，好像没什么变。没有，这一张不走亮度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来有来。哇，没有没有。哎呦，太暗了吧？果然好美。谢谢。我们当众开麻。为了你，我们决定这样子帮助。哎，真的没那么高哦。照片看起来172。你是职业学生啊？对，职业学生什么意思？职业说职业学生，以前有职业学生，专门帮人家面试的，什么意思？枪手嘛。对，就是枪手。对。硬讲，不要硬讲，后面没有故事。立冬问你，哎，关于修图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啊，真的，怎么看是不是？对对，修图怎么看啊？我跟你讲，男生修图不行，男生你可以修环杯、修霸掌都可以，不能修图啊，太丢脸。有道理，嗯，因为男生如果修图的话，人家会说你修脸。哎呦，哎，所以今天主题是正面修图术，哥来教你怎么看。OK。自己去点自己怎么看？怎么看？哥，你怎么看？看什么？怎么看？看正面修图，看你们之间的暧昧，是吧？哪一段？脚刚刚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吗？还有吗？还好还好。现在复健对不对？在复健。嗯，这个复健这条路啊，好好走，不然的话将来会有一些后遗症。好像听说会长骨刺。不要怕，有张立东照顾，我就是你的右脚。他是你 Mr. Right。好了，讲修图了。哦，修图。无聊了。歪了。不，修图这个东西哦，就是仿佛是女人的专属，但是 no， 现在很多男生也会跟着修图，只是修图的这个方向不同。嗯。Albie，你会修什么？我偏向修色调，我很爱调颜色。哎，对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修脸。你不用修啊，你完美，完美呀！对，而且我很怕看到，就是不管男生，这时候太很痛的好大。哎，其实他也蛮爱修图的，好不好？有吗？他还是有，他很爱。他都会用那个就是 Fudi 一个 A P P， 对，然后拍起来就是皮肤很好，看起来气色比较好了。可是我看到很多男生现在会把自己柔肤到一个好像。发光到一个境界，小鲜肉。张立东，对，我觉得柔肤有些人是会拍那个，比如说像无他还是怎么样，他会不像自己，然后眼睛会瞳孔会放大，真的眼睛牛一样大，那是内建的，内建无他，无他，修禅，你会修禅？我不太需要，因为我本身已经是邪性里面算是，算是这样，算是蛮，这是什么？如果再修的过头，就到偶像那边去了。好想修理你，修理你会好一点。我每次问完你，我都后悔。不会吧？来问翔哥嘞。哎，快，这次要冠军。没有，我们是修白。没有，我们崇尚自然的，不是修白。我只修一个东西，就是把它点亮而已。可脸色真的太暗。那就是修白了，就是亮，不是白。而且你今天好像又比上礼拜更黑了。没有啦，我已经有弄白一点了。你有弄白啊？有弄白一点。哎，等下，现在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徐哥，你知道什么是修图吗？我知道，知道。你会修吗？我不会。那你知道怎么修吗？当然不知道了。那你就不知道嘛。但是我知道修图啊，别人传给我的，或者你看的那个片子都知道，你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。比如说 Vicky 姐，尤其是 Vicky 姐的， Vicky 她就会弄得比较皮肤比较好啊。好像晶莹剔透的感觉啊，对对对，那一般的女生都喜欢那种眼睛很大，就像外星人，外星人像牛一样，对啊，一看就哎呦，那比例就不对。我每次都会把它调到什么，那个叫什么 normal， 我很喜欢 normal， 还没黑的色调，暗角，而且它的那个色差对比颜色比较立，对对，我每次调都会选那个。哦，我觉得那个拍起来颜色比较艺术感啊。那今天要讲什么？哎呦，就是修图，有一些修图没，我们要来判断到底有没有修在哪里，我们来猜看看。这是第一位，第一位，首先我们这样看啊，因为大家都专家，哎，那我们就看出他修图后是什么，然后大家讲出他修了哪里。哦，哎，哇，喂，这个手臂跟腰一定有修吧？我跟腰一定，对，为什么？怎么看？对啊。
有没有城市是这边加大？有有有那么厉害的吗？现在美图秀秀可以把你局部的地方放大，可以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。我投这里。你投怎么修饰？你觉得不要怎么胸部？我觉得把头加大，不是我的头在这里。我投票，想在那里。你投这边一票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边有加强。腰，我觉得腰有可能。腰一定腰可以修，因为它只要旁边这个你没有其他的，它背景是干净的。对，不是什么格纹。不然你如果修，它有时候会偏掉嘛。啊，你看这里怪怪的。变有弧度，有点被拉下来的，这个板子有点拉下来，有可能哦。所以他的腰有修，你说手背，手臂有，哎呦，曲哥，曲哥嘞，我觉得把它吸管对不对？脸是不是有点？修后面那个人的腿，吸管，下巴是不是修尖的？吸管修是脸颊这边哦。现在不是很流行，大家都变成尖的，像锥子那种锥子脸。可是他在吸东西本来就会尖尖的，对啊，所以吸管有修，吸的时候都是会变尖的嘛。你选什么？徐哥是吸管，亮度，亮度 ，OK， 好，太爆了，硬讲，硬讲，什么亮度？那我们欢迎，他是晴晴，第一位，晴晴，晴晴静，哇，高哦，晴晴，晴晴，哇，哎，好高，晴晴，是好高哦，你是 WNBA 的吧？你本人比照片还假，你多高啊？178公分，哇，178哎，站在旁边。很不舒服，178。请问三围是？我的三围是34C2436，是不是？我一看就知道啦。所以你这张要解答一下，要解答吗？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解答。你往这边推来。好，我们看原图。好。一二三。哦，哎，阿翔，果然黑的人就是知道亮度。黑的人，亮度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手背有，腰有，手背有，肩膀这边是因为亮吗？腰有，腰有修吗？有修，有这边可以一点进去。但我这张最主要是先把灯光调亮，因为这是在夜市拍的，那个灯光会比较暗，是，所以最主要是打亮胸部。你有延伸那条线吗？胸部有，好像有啊，有延伸那个试验线，这可以，这也可以啊，对，这也可以啊，厉害。下巴没有，我是调亮就没有。下巴没有，眼睛也没有吧？眼睛有吧？没有。小学眼镜，我没有。好，所以这个其实修亮以后跟没修亮差好多，真的会有差。而且你看他修亮以后啊。连他们都变好看，怎么会去注意到他们呢？但是为什么？我发现他这边有个字变淡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对不对？那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如果比你矮可以吗？比你高的可以，但是不要太矮。什么位太矮？如果像看到这样的，右边两个差太矮，差你半个头。那这边算太矮？这有点太矮。是一群太矮。不要太矮，然后这两个好像小矮人。怎么样？可以。OK， 除了个子之外，还有什么你需要？就是男朋友你需要有什么特别注意？对，其实我没有，长相啊，身高我是无所谓的。那我们又是在你合乎标准的吗？哦，对啊。比较尴尬，你这种问他问题自取其辱。可不可以换位置？烦死！哎，不是伟宇啊，王美照片修很大，然后要你送手机给她，没有，就是来骗手机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她有一次就是我还单身的时候，大概在就我结婚之前，然后有一次就是跟一个网上女生聊得还蛮起劲的，哎，最终人数也是破好几万的那种。然后他平常在网上发的那些 FB 的照片都是比较朦胧啊、可爱啊，然后萝莉挂的那种。然后就聊几次之后，他有一次知道我在他附近那边工作，他说要不要吃个饭？我说好，我等下收工也没事，要不然吃个饭好。就一吃饭的时候，完了，他那个脸呢，真的是只有照片上好看的。因为他其实不仅仅修，他大概脸也修坏了，就是本身已经也做坏了。哎呦，就是你说有整形哦。对，可是他还是会继续修，可是他只有否照片几个角度是好看的，因为他照片就只有一个角度。对，然后呢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他的眼珠子时不时的会掉出来，有点掉出来，不是掉出来，是他有鬼片吗？没错，没错，是那个女生不知道是眼睛怎么了，她有时候不时的会一颗飘走，就变胖了，对，就是会一颗大
就这样，我说我其实我还要故作镇定，他们卷面吃，然后我一直在研究他的眼睛。你在念经哎？对啊，我那时候也害怕。眼睛不啊，南无观音菩萨。这个要修经啊，要修。然后结果他就看我办了一支最新的 iPhone 嘛。看到我的 iPhone， 然后他拿一支比较入门级的智慧型手机，然后他就开始两个手指在那边戳，说：“哇，你拿 iPhone 好好啊，好想要谁可以买给我。”哎呀，可是经过那他这句话一出，又让我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其实你可以去中华电信续个约，然后你的资费调到最高，你就可以拿零元。”你这样回答都算好了，你算客气了，算客气了，谁可以买过你？找干爹啊！不过以前我在还在开夜店的时候，我就遇过一次啊，就是那时候我们要真人嘛，就是领台，那领台要高高漂亮哦，一定要漂亮。啊，有一个女的送照片来，我说好、啊，那我就说叫，那你今天晚上来就来店里面，我们看面试面试面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就站在门口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的，比如你是我，她就站在门口。好，我讲，你是要买票还是要干嘛？那你怎么讲？我走。完全认不出来，完全两个人。哎呦，他那个脸，他那个照片应该是这样拉长。哎呦，然后来的时候是这样，压扁，整个压缩，变真空了。对对，你是做什么事？你出国海关要对你特别的那个？就是因为海关那时候我的台胞证跟护照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我护照比较好看，那台胞证的照片是在乡下拍的，那乡下拍的那个对摄影馆，然后那个对，比较传光啊，对，比较传统，乡下他就帮你拍一张，拍完就好了，对，他拍完就好了，而且还是阿公的，对，然后我就看那照片，我就说可不可以就是再拍一张，因为那个眼睛有点啪眼了，你知道吗？啪眼就是眼睛就是这样。瞎眼，对，然后后来他就直接回我说啊，不用了，反正你这个照片也只是放着而已，也没有要干嘛，就随便拍一拍就好，有拍就好。他以为是在拍遗照，然后我就遗照也没人照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真的不能再重拍吗？他说你这也只是放台胞证，也没有要干嘛呀。然后就也因为这样，海关每次经过海关，他就会特别留我下来，然后就会一直问我资料，然后身份证背号、身份证号码。对，然后问完之后，他就会很小声的问我一句：“你有整容过吗？”啊，嗯。我遇到是跟你相反，我去拍一张那个照片，我去拿照片的时候，我这样一他帮我修图，哇塞！我现在会修啊，现在会修。他帮我修那个脸很光滑，然后呢，然后他还帮我这样子削，然后眼睛还这样拉掉，我一掉，我一看我。但是我明天就要用照片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还是用了。我用完那一次之后，我用在哪？我是用在不知道是用在驾照还是什么。我就把那张照片丢了，因为太恶心了，太假了，太假了。对，所以我再也不敢去那边拍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今天要教我们大家拍照如何显瘦？太正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学这个。需要显瘦吗？显瘦就是站在康哥旁边就瘦了。哎，你们，哎，年纪比较长大，显瘦。来来来，教他。教他。但因为现在最主要是大家比较在意是腿长的关系。哦，哎，但我哎，你要听哦，你腿超短的，我们两个都很短。我是斜肩又没长。你大概是64身，因为这个裤子是73的，我跟你讲。就是重要，请说。怎么？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我拍照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脚一脚前一脚后。哦。对，就会比例看起来比较长。对。那如果哎，你要这样啊，你要这样。是弓箭步啊。那如果想要再显瘦的话，我会尽量就是教大家，就是稍微弯曲一点，对，弯一点，就会比较细。这是女生啊，对啊，男生不可能这样，男生我就拍到很恶心哎。男生这样拍啊，蛮适合你哎。哎，对，还有一张是不是是男也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脚要这样，脚就可以稍微弯曲。女生很喜欢坐张立东，你适合这样拍照，你适合这样拍照。哎，这整个大腿肌变两倍大。他拍照的时候蹲低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对，就是角度稍微低一点，要低一点。因为有一阵子，我太太就不让我给他拍照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叫你儿子拍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儿子矮，所以他的角度在这里。哇塞！然后我就这样拍嘛。嗯。啊，你拍不好，我说那怎样？然后他就拿他儿子我儿子拍的给我看。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后来我每次拍照，我就讲好，等你把它拍的五短的这样子。
对，因为我们广高嘛。嗯，对。你喜欢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你也喜欢射手座？一样射手座。对。哎，同星座在一起会很疯啊。可是射手座爱好自由，两个人正正得负嘞。对啊，射手座跟射手在一起会永远见不到面，因为两个人太快乐了，就只能神交了。对。可是我自己的个性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希望就是陪着男朋友。但是也尽量不要太过黏，太黏，对对对，不能太黏，太黏这很恐怖的一件事，对，会腻，真的会腻。你要想想看，万一这个恋情在那边眉来眼去的，没有啊，不要，我们节目够专心一点，我们说什么？不能要保留一点空间哦。我没有讲到这一句，没有那个字眼，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意思就是说。将来万一哎，这个恋爱非常成功，那结了婚了，那是天天要在一起的，所以说在之前还是保持一点点空间，对，保持一点空间比较好，要了，还是要，对，来，请坐，谢谢，欢迎，来修图，修图，哎，啊，哇，这个修的修，这个修的大了，我告诉你，哇，这个修大了，我手推眼睛。这个眼睛，我推鼻子最明显。这个鼻子三根的部分，我还是觉得手臂耶，你看肩膀跟下面上手臂差那么多。我选那个肩膀线哦，这个颧，你说这颧骨突然变很窄。你选哪里？这里。这是锁骨，颧骨在这儿。颧骨在这儿。颧骨，颧骨是胯骨算的。耻骨，耻锁骨，锁骨。它这应该颜色有。我觉得对，开一点美。我觉得整个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一般它本身的肤色。嗯，我没有要摸这里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人注意啊。然后这个是谁的？这谁？这是阿翔的肤色。好，眼睛还有鼻子啊，眼睛一定有，鼻子。手背，肤质，肤质，他这个应该，我觉得肤质还有化妆，他是有化妆，这一定有美肌了，肤质，我想这不是亮度，一点点，这个是颜色有去调整过，哎呦，瓜子脸，超尖的，来，我们欢迎小凡，来，小凡，所以鼻子没修，鼻子没有修吧？哎呦，哎，要看原图，让你照片漂亮多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来先自我介绍，请问一下，您的三围是？三围是32C、22、32。您的身高？168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就你跟屈中恒一样高哎，你好矮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也168。你想抱的？不是，168不抱的，168对不对？太远不能言传啊。哎呦，太暗了吧！哎呦，没修，哎，颜色哎，锁骨没修呐，他把黑眼圈锁骨没有修哎，好像脸颊有修，自修掉了，自点掉，哦，自修，自点掉，对不对？两个字点掉了，然后呢？手臂变超细的，剩一半。现在好像大家来找茬，手臂有细哦，有修，手臂嘛，然后还有墙壁这个缺陷，哎，你脸也没修哎。有啦，比较立体，但是比较立体，但是这个也已经很那个啊，对啊，这个也已经很立体了，已经很尖了哎，眼睛没修对不对？眼睛有放大，还有眼距在调，就是哦有啊，眼距有在窄，因为要把他鼻子修，鼻骨修细了，鼻骨修细，眼睛就拉近了，你还是跟我们的翔哥一样，颜色把它放亮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亮度，因为可能房间是黄光吧，对，黄色，你那个光芒线有问题，不是啦，就那一张啦。哦，造孽，不需要，不要说一样要黑，要看一下在，很在意。哦，这个哎，其实奇怪，女孩子哦，真的都喜欢把它放亮，连发色都不一样。对啊，而且她在房间这一定是顶光，黄光。对，那时候在房间。而且本人好美啊。谢谢。能当众开法？那么真的是假？来，小凡站过来。是是是。对，离他远一点。离他远。OK。好可怕。什么？没事，太危险了。不要觉得害怕。为了你，我们决定这样子访问。哈哈哈哈哈！是是是，你要当不要同队，还不要干什么？是来举手。来。你会坐得太舒服，没办法，他顶着，他伸这样，他伸这样，先交杯一点，对，调咖练出一点，然后平时在拍照的时候被朋友暗算过，
应该是说，因为我在修图方面也是比较偏向男人倾向，就是我不太会用什么什么天天 P 图这些，我都不太知道。然后有一次我就拍完，就后来我朋友就传那张照片给我，说，哎，你这张脸怎么这么怪？结果他传的是，因为是我们共同朋友，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PO 的。结果我朋友他，因为他比较肉，就他脸这边就是蛮多肉的，所以他把自己的脸修尖。但是因为我在他旁边自拍靠很近，然后把他脸修尖之后，我在他旁边我脸就歪掉了，我脸是这样的，歪脸。对，你们女生在这个照片上面很在乎，非常在乎，他们是没有感官视觉的动物啊。是是是，一张照片不成功，要一直拍，一直拍，哦，一直拍，拍不完。小白，你的照片被色情网站给截图了，对，被盗用。哇塞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色情网站，真的吗？有吗？外约吗？子晴会员优惠到此四天啊，四天，经理在附近，在附近啊，哪一家经理在讲啊？那急了，叫经理站，子晴，哎，经理站就八德路吧，好听，好听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啊，不一定，各地都有经理站哦，所以你叫子晴，我不叫子晴，叫小朋友，经理站，要不要考个驾照？有驾照吗？还是要验车？他开始往我这边靠过来了，开始怕了。发现那边越来越恐怖了。对，你说人家说你跳舞不厉害，你就开始练跳舞。对对。我给你介绍两个跳舞非常不厉害的。跳舞厉害的，哎呦，这是真的。他跳舞当然厉害，但我们现在要凸显你们两位。对，才能比较一个比较很卓越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我们现在来一段三人舞蹈 ，music。哎呦，三人哪三人？就是我们三个，你们俩跟他跳，没有我们 OK 哦，好演吗？不要演到一个程度了，十秒见高下。等一下，你先听田俊康哥说嘛，一人十秒。solo 是啊，我就是一起嘛，这样子。不要一人一起，一起看不清楚了。观众看，预备，三十秒，来 ，music，one， 什么说？你比较像华工在跳舞的样子哦。下一位。好，不一样，来点不一样好不好？去。哇！等一下。哎，马哥闲啊。在干嘛？想要。他差不多这种，你看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帅哥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差不多。跟我们那个差不多。就很少看到结了婚以后还这么会跳，真的厉害。这个腰还是要练的比较扎实一点。那既然我们问到这个，刚刚是怕你紧张，热身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再热身一次。没有，要不然。冷静，一支舞，好不容易才好了。好，那你跳个舞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你。好。哇，这性感的哇！哇。跟着躲，你看你们都没看到，他在跳的时候，他其实眼睛有点眨，我们都在看你的表情。很艳，你看到镜片都破了。这边没有镜头拍，我镜片在，那我在那边，我跟着他舞动啊。真的，这里有镜头，你看后面。有拍到，在演跳舞到你家了。为什么朋友说你不会跳舞，你受这么大的刺激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在接那个修哥的工作，接舞，其实我本身有外约，接你站，坦白，其实我本身在外约跳舞，或者在底下走过去，子晴啊，喂，好，花梨，开玩笑，真的有线露馅。这样被人家盗用会不会很不高兴？不高兴？会啊，而且怕被骚扰。哦，对啊，不过他们也真的很过分，因为如果有人真的去约了，就来的是不一样的，你是很讨厌嘛？一定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。你上次不是说你叫了三个都不一样？他说搬家公司啊。哦，好，别告。是。好，那个真的吗？哎，对啊，我刚有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吗？
我没有男朋友，你没有问。真的，你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康哥这种的。你又知道他会回答什么？我们要改大哥是对着之相见恨晚。不是，其实有时来宾有时候是官方回答。对，你知道。谢谢七哥，七哥，七哥对我们都不敢说。对啊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喜欢就是说大概什么样子？比如说幽默一点呢，还是要怎么样？幽默一点，然后大叔型。头大啊什么的。大叔型。你就直说吧。等你成为大叔那一天，你就懂。哎，你差不多嘞。什么？还好吧。你的皮肤。皮肤没得没得反驳。哦，那他你觉得他长得？想吧，可爱，一般，这个也是官方的。你现在这个回答就很可怜，是吧？很可怜。哎，请坐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哎，修到断掉啊！我不是啊，那是本来就是环造型，你我一看就看到这里啊。哦，这个比较难诶，腿应该手背也有，我觉得腿，感觉腰，哦，这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没有它这个歪的，哦，这个这个是直的，这一个歪的，哎，哇，来找茬哟。所以说腰有这样，腿腰有，腿推一下，腰腿腿，然后谁说腿？腿我，你看那个腿，你看右腿啊，不是那不自然，你看这里这里大腿内侧，这里大腿内侧，嗯，对，哎，好现象。腿、腰还有哪里？然后环境一定有变亮了。哦，你现在学聪明了。他先讲，不是因为你看那边本来就有阴影嘛，那边有一边是太阳有照到的。啊，对，柔肤啦，对，色差太强。柔肤啦，柔肤，柔太明显了。柔肤很柔啊，都有都有。鼻子应该有。鼻子，鼻子，脸，我觉得脸那么小，它不是特写，它很难调啦。它这个应该女生就知道，这个效果用化妆可以。对，而且他用头发盖住了，对啊，搞不好头发打开来就是这边，这么大，对啊，搞不好头打开大红蜥蜴，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头发的那个有点怪怪的，哎，还是那是画的画黑的，我觉得太平滑，有点太对啊，他工整了哈，他没有修图的外号叫康哥。让我们欢迎萧以山，以山，以山，嗨，欢迎。嗯 ，Hello， 我是以山，然后目前现在只是摄影自由业。哦，摄影摄影师，自己拍的，这是你是白痴啊？手拿手放这样子，所以摄影为什么叫自由业？因为是自己接案。哦 ，OK， 个人个人公司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是，请问你的个体，你的身高是？168。哇塞，秋哥，跟你又一样哦。秋哥是秋哥，秋哥，秋哥是秋冬哥，人不见了。秋冬哥，预备起。哎哎哎，感觉怎么全部小一号的感觉？对对，真的。肚子的那个肚子纹路都不见了，皱褶的地方。脸应该有啦，但腿有啦，腿那凹陷处，腰抓到了吧？腿那凹陷处是有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抓到，对对对对不对？歪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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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腰歪掉啊！嗯，歪掉。哎，反倒是信誓旦旦的七哥说亮度有变，好像没什么变，亮度没变，亮度没变，有没有？有啦，尴尬了吧？有啦，七东哥。这一张不走亮度，不走亮度。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的，有来有来。脸啊，脸有了，有了。他这头发从这边跑到这边比较进来，嗯，有没有？对，他整个进来了，哪里？他这边脸比较大，不是你讲的，不是我问你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没耐心，没耐心，我哪里？你干嘛遮我？该回答嘛，脸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那请教你，你修了哪里？腿修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腿有修。腰。腰也有，可是你腰不用修，这也没很大啊。本来那样，主要是修那个胃的那个阴影，肚子的那个阴影，对，胃修胃的胃凸了，他胃这里啊，胃小心，胃要坐着，肝那边以后要修一下。所以说，肝要休息，照片之照相之前，千万别吃便当。真的？还有修哪里？其实就手臂，然后也是腰跟腿这样的，就而已嘛。脸这边完全没动，就是。稍微有这边有修顺一点点哦，这里顺一点，对，就是哦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，对对对，微调这样子。OK， 对对对，你可以修一张图修到十几个小时，
对。啊，你是要把我修成多瘦？怎么会修那么久？他是要修什么？但重拍算了，十小时。没有，因为之前有一次去那个海边拍照，对，然后海边这个，对，这个也有可能哦。因为是我拍的，然后那时候是在一个海边，那我因为想要呈现就是水面的感觉，然后其实周遭很多那种石头啊，然后这个是原图，对，这个是原图，对，其实差蛮多的。哇塞，不是，这是原，其实原图已经拍了，也很 OK， 没有错，来上一张意境啊，对，哇塞，这一张就是鬼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蛮雾中的女鬼，真的哎，在水上行走，然后再回原图。其实原图拍的已经不错，它很在修光跟背景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想要把它呈现比较干净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就是摄影师的强迫症。好干净，很干净哎，而且厉害，而且你拍了5个小时，为了哪一张照片？去日本旅游的时候，对，然后这要拍5个小时啊。5秒就拍好了，暂停好了。这个其实我大概是5秒，5秒就拍好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后面的人群不配合还是什么？专业是专业。为什么这一张要5个小时？在等光吗？因为它是观光地区，对，所以我把后面的人都修掉。哦，把后面的人修掉。哦，他修人啊！观光景点你把人都修掉，羞辱人。哇塞！哎，好棒哦！影子也有，而且很自然呢，对，很自然，这个说察觉不到。这要修多久？10几个小时，跟刚刚差不多。因为你看他把它抹掉，然后还要衔接那个补上去。可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得到讯息是拍了5个小时，这为什么要拍5个小时？哦，因为其实当下蛮热的，然后而且也要找一些角度，就是可能我觉得会比较好修的。对，这是你吗？对，这是我。谁帮你拍的？朋友帮我拍的，厉害。那拍5个小时，回去再修10个小时。对，哇，这一辈子都15个小时。对啊，这一辈子又在修旅游很累。真的，你会不会之后都没有朋友？哈哈哈哈哈！在修图，不要再修了，我要休息。我上要第一拿出来，大家就是。哎哎哎！我们要修外干的，5个小时，我一拿到这5个小时。哎，你这次要犒赏张立东啊？哦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犒？他凭哪一点要犒赏？对，哦，对啊，因为他之前就是不是被捧哥就是拜观音，蛮惨的。我懂了，很惨。所以你要来，他现在体谅你，因为你好久没被拜。他你要来就来被捧我了。我想问你，就是最讨厌哪一种？欸，不是，你是不是认错人？他刚刚看立东的时候一直看着我，哎，他问我说喜欢哪一种？谁是张立东啊？嗯，这里立东。OK， 好 ，OK， 来，张立东再过来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说他常常以前被那个啊，就是拜观音布袋戏哈，哎，捏面人，被捏到头，嗯，对。你说他，你现在问说他比较喜欢，比较讨厌哪一种？哦，你最讨厌哪？你讨厌脱裤子，还是拜观音，还是丝袜套头？哦，没有人会喜欢任何一样吧？这三个讨厌哪一种？最讨厌比较级嘛。应该丝袜套头了，为什么呢？真的啊，因为哦，我那一弄完，对不对？现在变成我走在路上，有人会拿丝袜给你，我好想看你丝袜套头，会变成我还要私底下还要再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就招待你，犒赏，不是犒赏吗？他来饼干，他是想要喂我吃饼干。他自己家哎，听我讲，嗯 ，Airb 也想开啊，有吗？有吗？看了这个脚会好比较快吗？会，开心，开心最重要。你一套完，他马上拆开保守，吓死！你也不要看 Molly 的，明明他下面写的我们的 rundown 是以山亲自喂张立东吃饼干，在丝袜套头之后，对。这样是可以，还没到一点，对，就认识一个人老是这样，好像我生命中的一个朋友。还没有，他好像什么贴图哦。立冬已经放弃抵抗，立冬不抵抗了，立冬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人类吗？这多难！对啊，我靠！你怎么会说你这个时候丑呢？
点哦。你刚刚那个时候比较吵。好，真正的重头戏来了，这谁还吃得下去啊？有话要对立冬说吗？是我亲手做的，亲手做的，亲手做的，这是我亲手套的丝袜。哎，好吃好吃。我当中有别的人，好吃哎。当中有别的主题曲了，是什么？蓝莓口味。蓝莓口味，哎，很好吃哎。湖北的，关键要把康哥试一下。所以你要先到头。我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讲干嘛？好温馨哦，好吃哎，好吃好吃。那你要全部吃完。这什么药？这干，这很干，你知道吗？要备水。啊，我吃完了。要配水。他的心意。吃完。配水是哪一句啊？有两块。本来是靠场，现在想更认真了。是在奖励他哦，不明白。我在处罚他嘛。你好像有为哦。为公子吃饼啊！公子吃饼啊！玩游戏了吧？啊！你现在敢塞进去，我们再套头。你好，姐姐，请坐。我先水，最后当然还把水拿走了。来，修图是这样。这个哇，好有戏哦。好。这脚一定有的啦，这个腿感觉是拉长，这脚肯定短哦。他感觉是把那个下面拉长，这肯定是把下面拉长。正向只有一个，对，他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卖场，卖场。他这一张图一定是要展现他的美腿，美腿长，然后把脚修小。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卖场的，对，修小三寸金莲啊。看起来他比较，现在还有流行，哇塞，你好老派哦，你好恐怖，老派。对啊，不是那个古时代的时候，就是要脚小腿长，看起来才美。不是因为脚小哈，它是走路起来会对，呆这样子扭，对，会漂亮。哎，你们会如果说一个女生的脚太大，你们会觉得丑吗？就看比例，有的时候有些鞋子，比如你的脚是，我脚九号半，九号半，九号半是我的尺寸，那一双了，那一双差不多了，你二十三，十号，对，二十三，对，好，欢迎严轩的，哎，欢迎严轩，你，严轩。真的没那么高哈，照片看起来有172，对呀，对，照片看起来好蛮迷你的，小芝麻，只刚噎到，口水不顺。OK， 163，45公斤，32C， 24，34，你是职业学生啊？对，职业学生什么意思？职业是学生，没有收费去上课而已。职业说职业，以前有职业学生。专门念书的，专门帮人家办事的，什么意思？是枪手嘛？对，就是枪手。对。讲，后面没有故事。哦。后面没有准备。为什么要有故事啊？民国45年，有一个职业学生，没有故事之类的。好，来看原图，看原图。哎呦，啊，颜色差很多。是亮度啊。不，这不是颜，这不是亮度，这颜色腿差很，它加了粉红色滤镜，色系哦，紫色粉红色滤镜，红泡泡那种感觉，是，我腿差很多，腿差很多，就腿而已吧，而且鞋子变白很多，你可以讲点话吗？因为之后你才知道怎么修的，但其实是有修腿，然后修长修细这样子。OK， 那其他的还好，没有，然后我是直接套粉红色的滤镜，哦，就这样看起来浪漫，然后鞋子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，是哦，您现在是大二，对，请问一下你读的科系是？表演艺术主修什么？就比如说你最拿手的，比如戏剧，对，我是戏剧组。那演戏剧组是舞台剧，对不对？对，舞台剧。哦，是。比如说，因为像以前我也是戏剧组啊，可是我的拿手就是灯光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。以前我们出去闹军的时候，康哥都是负责打灯的。哦，真的，我不太上台的。对，因为我一上台，大家就你知道，目光在我这里。不想太多，因为我是打灯光，光都在我这，自己拿了个帕，对，头发长他妈 Q 起来。你有版面干净强迫症，这是什么样的病？版面没有，就是大家都应该有用 IG 吧，然后就是会追求版面色调要很一致这样子。哦，版面怪人症。
而且有的人是放，因为它是三格三格的，有的人是那三格一排要一致的，对，颜色要一样这样子。可是我是整个版面这样子。如果有一张照片特别突出，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我就要删掉，然后再重修一次再上传。哇，那还蛮闲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读那种摄影的？你干嘛还读戏剧？因为这是兴趣、啊。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学戏剧？就是也是有兴趣。我的意思说，将来比如说，难聊，有道理，难聊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比如说像学戏剧，每一个人都想，我既然要读这个，就是有演过舞台剧吗？学校上没有舞台剧。就是还没有啦，现在你们是不是你们在干嘛呀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还是你主修丝袜泡狗？一次六届对吧？表演就表演这个。哦，现在才二年级。对。那就是高中的时候怎么会选择这一科呢？就是因为一般父母亲来讲，哎，你要好好念书啊。还是说你曾经看过谁的演出，然后哇，我也希望跟他一样，所以才去报考。在 Q 你的吗？喜欢的演员，这很明显的。对啊，在 Q 喜欢的演员。对对对对对。比方说，比方说谁？看到谁舞台剧？比方说，没有他就没有你。那个吴康仁。哦，他不是演舞台剧，就是演员。哦，戏戏剧，看他电视。对，还想要做平凡啊？徐哥没事。然后你要去韩国拍证件照。对，因为韩国证件照现在很有名。真的吗？对，他们帮你修的很。这个证件照，哇塞，这个真厉害。他们的证件照厉害耶。他们有两条，插两条。头发也有修吗？我家有头发也有修。我家巷口就是这样。没有，像韩国这种证件照已经列为观光行程了，你知道吗？台人专门就是我包团去，然后包团去拍证件照。哦，有一站是拍证件照，有一站是拍证件照，大家一起画护照的照片。他就会帮你修啦，那皮肤看起来就很没有，就是很仙气啊，那个仙气比较重，朦胧美。不好意思，摄影师，这个应该做得到。可以啊，可以，那何必排韩国？那排因为韩国修出来的感觉不一样。就是因为韩国，对，那修出来韩国去哟，比较韩国啊，照一张，韩国去哟。你有学姐修图修到你认不出来？哦，对，就是刚开学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开始都在网络上联络嘛，然后我想要跟他借课本，那时候我跟他约在走廊上，我就等了很久，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已经到了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他，结果后来就是旁边有一个也是阿萨。没有，因为他那时候我有点认不出来，然后他就过来拍我，还想说是谁啊，然后他说哎，学妹，我是那个，然后他说那就是学姐，然后我还站在他旁边很久这样子，哇，很尴尬，很尴尬，没有，可是他也没有马上来认我，他也没有，你也有误解，误解，你看别人，你要走过来看。是他吗？鞋怎么那么脏？我不见了。你有没有曾经就是修到朋友抨击你说你根本没那么高？还好，因为我朋友也都修很高，也都修很多。因为他们是修界啊，对，修界，大家都一起修的。是哦 ，OK 了，来请坐。谢谢。所以呢，这个今天我们做这个单元就知道了。狡兔要有三窟，谢谢大家。这什么节目？什么节目？